它是草，却能长得跟树一样高。它源自同一命脉，是群体生活的一份子。它在风雨中累积韧性，它多变，善于转化各种样貌。它温润，陪了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。形状好特别哦，是做什么的啊？你猜。是装东西的吗？这是蛋笼。蛋笼？哎、欸，好特别哦。其实这个用竹子做的生活器具啊，以前很常见。后来因为时代进步了，哇，这种手工做的、啊、就慢慢被廉价的塑胶制品所取代了。哦。可惜。不过竹子还是很有潜力的吧？它好塑形，而且又很环保啊。对，这个竹子啊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希望它可以扭转现在的状况。我们想办法让竹子回到台湾人的日常生活，这样不但可以养家活口，大家可以过好日子。哇，好棒哎！一定做得到的。对。竹子的刚柔是来自环境的淬炼，我们用竹编成一个网路，林务局和工研院合作成立竹产业创新技术服务团，媒合了致力于技艺传承的工艺师张永旺，以及世界早安会的家庭培力计划学员，让自己和手中的竹篾一起展开新生。因为身体的关系，无法负担太劳累的工作。但在乡下，如果一出去，人家就会关心为什么你没有工作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都把自己关在家里。但其实还是希望可以有机会踏出去，帮太太减轻负担。我是竹编家族的第四代，小时候放学回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竹编，那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以前妈妈要学一些技能，得偷偷的跑到人家窗户边去偷看，所以她有一个信念，只要她学会的，她愿意把这项技术交给任何人，而我也希望将这份信念传承给更多的人。
为要照顾弟妹，曾经有一段时间中断学习。我参与了展望会的主编班，发现自己的手也能完成一件工艺品，除了很有成就感，也看见原来生命中有无限的可能。希望未来可以朝着主编工艺师的路前进，给弟妹更好的生活。看看我的人生挫折很多，但还有孩子和太太支撑着我。常常在想，如果当时遇到挫折我就放弃，可能后来的人生也跟着放弃。其实常常是在坚持下就能看见美好的成果。生根发芽，吸取养分，抽枝展叶，等待凭手艺自力更生的那一天。